生哥，你抖音火了。什么抖音？抖音上有人发了一段视频，一日千里，然后内容呢说的是我，然后这个抖音呢播放量很多，评论也很多。如果你说的是这个的话呢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因为连我们福利院的小朋友都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小朋友说他同学跟他说的，他同学在群里，在他们的那群里转发了。连我以前在网吧里当网管的老板都打。接下来老师，南阳广播电视大学学校的老师都给我妈打电话，你儿子现在网红啊。